In April 1979, Guangdong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 Xi Zhongxun attended a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in Beijing. He called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rant Guangdong special economic policies in view of its large population of overseas returnees and its proximity to Hong Kong and Macau. Deng Xiaoping 同志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黑区，要广东省委发出一条泄露了。小平同志，1984年、1992年，啊，两次，啊，这个视察，南方视察广东啊，视察深圳，当时他就是说，要解放思想，啊，敢于闯，啊，敢于试，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啊正确的道路，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啊，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上新水平。In 2017,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decided that a modern new city should be built at a suitable location in Hebei.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他强调，从国际经验来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你要有一个地方承载非首都的功能，那么这个就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太远。这个地方呢，要采取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智能高效的生产方式和生态宜居的城市，一个完全新的模式，适合于年轻人、小白领吧，都能够买得起房子，住得起房子。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要树立系统思维，从构成城市诸多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入手，对事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周密部署，打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转圈圈的思维定式，结合城市定位和功能，有序疏解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Different from Shenzhen's transformation from fishing village to metropolis, the blueprint for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a Chinese model for world-class urban development. 新经济发展不能重复上海或者深圳过去已经走过的路，你是个历史新的起点，而且这个起点是中国要从跟跑到并跑，并跑若干要领跑，这个期望是寄托在京津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不是建个大首都，是要建设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雄安新区现在还是一张白纸，受到各方面利益牵绊比较少。要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